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个科幻战机集结地，这就是军迷们熟知的南天门计划。而在现实中，越是超前设计的战机，越是拥有接近科幻的外形。左前方敌坦克，激光压制，炮射导弹，歼灭。在我身旁，就是在本届航展首次亮相的一万瓦车载激光反无人机武器系统了。核聚变难关正不断被攻克。目前，我国无人艇技术已经实现大幅跨越。